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次生链。这是一个磁铁，然后呢有一个导体棒，我们连成一个回路，让导体棒在磁铁里边运动。我们观察灵敏电流计的偏转。好，当我们向左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灵敏电流计偏转了，而且是向右偏了。我们换一个方向。当金属棒向右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灵敏电流计是向左偏的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下上下运动行不行？我们把它挪到中间来。我们试一下，上下运动，灵敏电流计是不偏的。好，我们可以手动拖一下试试。向左，向右，好，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。